大家应该都认识。他1972年出生于上海，是中国内地著名的男演员和导演。徐峥幽默风趣，并且努力，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和支持，大家都叫他山峥导演。黄渤是中国内地著名的男演员、歌手还有导演，并且曾拿到了金马影帝的称号。他与徐峥因合作了《疯狂的石头》《心花怒放》还有《人在囧途之泰囧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黄渤曾在慈善晚会上差点与王中军发生摩擦，是徐峥机智解围，也因此让很多人看出了他们的深厚友谊。所谓损友，应该就是无时无刻以坑你为目的吧。黄渤爆料以前与徐峥一起去取钱，在银行发生的趣事。徐峥是贵宾，工作人员问他请客，他说取10000块钱，其实这还是正常的事，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徐峥就尴尬了。黄渤说当时工作人员就把那个帘门拉了下来，这都是正常程序，但是那个话筒没有关上，就听到里面传来一句猪八戒拿10000块钱。最尴尬的是徐峥在外面听着的，此时徐峥内心一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，人家不做猪八戒很多年了，好不了。徐峥说最可笑的是当时那个玻璃其实是透明的，我完全看得见他脸上的表情，然后东西准备之后就转过脸来说徐先生您好，东西已经准备好了。我当时坐在那外面，我的脸都绿了。很多网友表示估计那个职员在电视剧前脸也绿了。还有网友表示说明徐峥的演技好，角色深入人心了。但是山峥大哥，像黄渤这样一不小心就爆你料的损友，应该拖出去打死，不要让他未获人间。希望徐峥还有黄渤以后越来越好。最近上映的《我不是药神》票房破13亿，看来果然我们山峥导演的票房号召力不是盖的。